我们又来了，每天拍拼盘就煞费苦心，都不知道拍啥造型了。然后今天拍了你们最爱看的猪爪，拍喽。没事吧？你把这东西给我，那一会儿炖一下。我去，我去。慢一点吃，慢一点啊，别着急。喝水。拿两个手套，有辣。又酸又苦，让爸爸吃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